个现代。猫和老鼠这次更新呢，一共新增了4张知识卡，猫鼠双方各2张，挺公平的嘛。嘿，鼠方增加的是 A 级知识卡闭门羹，佩戴闭门羹知识卡的小老鼠不仅能在关门的同时使自己获得短暂的加速，还可以将门附近的玩家及自己弹开。这张知识卡比较适用于善于遛猫的老鼠，可以通过关门来拉开自身与猫之间的距离，有一点像反抗加速。第二张呢是 C 级知识卡美食家，佩戴了美食家的小老鼠能够在打开箱子时提升获得食物和蛋奶酪的几率。这张知识卡可以很好的让己方不被前期已知的3个奶酪位置所限制，巧妙的加快了推奶酪的节奏。而且作为 C 级知识卡需要3点知识量哟，还算挺实用的嘛。至于猫方新增的2张知识卡可就厉害了，首先呢是 S 级知识卡驱打成招，佩戴了驱打成招的猫咪能在将一只老鼠绑上火箭时获取到其他老鼠的位置。我去，这个要是1级的时候还可以接受，要是3级驱打成招的话，这3只老鼠的位置全都尽收眼底，他让不让老鼠活了呀？不过嘛，3级的 S 级知识卡这得要氪多少才能得到呀。最后一张嘛是 A 级知识卡熊熊燃烧，想要老鼠飞得快，这张知识卡可少不了。佩戴了熊熊燃烧的猫咪每次将老鼠绑上火箭后，除了游戏中设定的火箭引信立即减短10秒外，还将额外燃烧掉一节火箭引信。这个虽说一次只燃烧掉3到5秒，万一连续人失败的话，这就是在加快队友飞天，有没有？话说宝们觉得新增的4张知识卡怎么样呢？快关注评论告诉三家吧，今天我爱你，喵喵喵。